中华民国台湾举兵中心会代表团由团长许佳率领，今天上午8:45搭乘中华航空公司的班机到香港出席世界招人工作许谢谭四信中心大会。这项中心大会将从明天起召开，会期3天，大会是由九龙的总商会会长谢国昌主持，全球参加的代表大约有1000人以上。这次恳亲大会的主题是如何积极地宣扬中华文化以及加强发展经济合作。